大家晚安，我是无界。那今天呢，要来继续实况特务 A 伪装游戏。那上次我们过完第一章了，这次影片呢，希望可以过完第二章了。那就开始吧。那上次玩呢，看椅子看起来很不舒服，我家里有一个类似的。我上次玩，我的感觉就是路比好像没有认真想要杀死那个特务 A 哦。哎，下面有个碎片，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在调情啊。有一个水滴状的，水池过滤器，应该要放个什么东西进去，然后水就不会通电了，应该是这样子吧。不过我觉得他们两个这种暧昧的互动啊，就是让整个游戏玩起来就是轻松不少啊。我知道了，我用杯子去装水，然后再把水倒进这个里面。我猜啦。这个洗手台，装水。刚才一直往这里走吗？我迷路了。等一下，我顺便放一下三角。好，那只猫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了，可能还可以拿到逗猫棒之类的吧。把水倒进去，有了，看我把你给灭了。好，那我们再把这块给放回去。瓷砖，那就是瓷砖了。这人啊，这是什么迷宫？不是吧？哇哦，这是在整人吗？我努力一下。他是要把所有路都连接起来的意思吧？我希望我没有理解错误啊。这边有两片，就是因为它是十字的，所以怎么转都没有用。这片感觉不太对，应该是这样子吧？要怎么把它们都连接起来？光是这个就不可能啊。这样子。有了，又是一组密码。连打把几碎，居然使用暴力啊，特务 A。我按一，上面显示八，八八八。不，糟糕了，被我压一个坏掉了。按一是八，按二是四。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给记下来？我得找到密码。好吧，四位数的密码。泳池这边这边有个楼梯可以下去，来下去看一下。水疗师吗？又在挑逗了。
想跟我斗吗，路比？开启石门，怎么那么多任务？干，就可以关起来吗？哇哦！我被这音效给吓到了，我没办法解决这个，没办法解决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哎，路比，有人在你家破坏你的装潢，哎，你不出来阻止一下吗？那是什么？我也想知道，你怎么不去查一下？这个排水孔堵住了。第三个好像有点问题，所以我要再去找一个可以清理排水孔的东西吗？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地方可以去耶。这个排水孔好像，然后这个叫什么？阀门手把。我也不知道用在哪啊！出门，走出户外，这里，上次有在这边看到东西了的，这个就是你了，对不对？哦耶！我好聪明。哎，哦，原来要一直按着。耶、yeah, ，成功了。努比，你要被我断水了。接下来我要断你的电。哦，这边的水停了。哦，这边的水都干掉了。干掉之后，哦，这边排水孔有东西，就是它塞住排水孔。哦，所以不用清理吗？而且是个鱼骨头，是不是？哎，什么都不用按哦。那我按这个，这是什么？又是一个谜哦，又要按密码，又要按密码。哎，我不能看一下旁边这个是什么吗 ？Hello， 不知道他在监视什么？哦，网上的监视器，所以我可以看上面吗 ？Hello。哦，它不是网上的，它是对准这个这一块在监视，是不是？哎，监视器，它的密室里面是不是就是有在监视这一块？说不定从监视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什么线索。我们来看一下、哦，打开。这里，哦，密码是这个吗？哦，这个是他的指纹，对不对？但是我可能自己要猜一下顺序之类的。他的指纹，嗯，好，反正就是那几种组合嘛。好，通常是这样子吧。啊，不是的话，就这样子嘛。有了，耶、yeah ！找到了进来秘密车库了，什么？秘密车库？他在惊讶什么？哇，又是一个迷药者！哦，天哪，这种电路板的东西我很不行啊！但这个看这个标志，应该就是那个游泳池的电，应该跟那个有关系吧？软木塞，箱子装了小东西，其他都是空的。这个呢，这感觉里面就可以放很多东西啊，还要小钥匙。哎，这里有这个马桶吸盘。
这个可以拿吗？这个叉子，等下看到露比可以插它，不行。又是软木塞，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位老太太。好吧，就这样子，没有其他的。哦，这是什么？油罐。好，那软木塞我猜是不是可以塞住这个东西啊？不行，哎、欸，不行吗？用不了，不能用在这里哦。那还是说，你们一起塞住下面这里哦，可以耶。这样子 ，OK 了。塞住之后干嘛？再把水打开。再把水打开会发生什么事呢？这露比真的没问题吗？你家的高级装潢有人一直在破坏。再把水打开，叫我水之神。这特务 A 真的是脑子有洞哎、欸。哦，就只剩这一，变成只剩这一个在流水。嗯，变成这样之后有什么差别啊？可是为什么它可以流？刚才东西不是塞住了吗？奇怪了。算了，我先回去他房间放这一块三角形。但看起来剩五块了。我刚才居然没有调查这里哦。这个应该可以用这个油罐帮它润滑一下，它旁边这边看起来生锈了，松开了。好，就这样子。哎，先来把这个三角放回去，一二三四，剩下四片。我觉得应该还是跟那个排水孔有关系，所以。我要再回来把这个给关起来。因为刚才那个排水孔突然就流出水来了嘛，所以我猜现在再把它关起来一次应该又会有所变化吧。应该吧。哦，真的有。哦，鱼骨头，那我就可以拿去给猫了，对不对？原来如此。可是猫真的会吃鱼骨头吗？露比养的猫真奇怪，不是应该拿罐罐吗？来，去去去去，好，偏光镜，我正在吃鱼骨头呢，是我家猫一定不吃。装，耶，可以看了吧？他一定是在进行某个监视活动。那边怎么烧起来了？那你是怎么了？哦，就是那一艘船，还没有人去救啊。哦，6447，这个就是密码，6447。然后再来，我就要看一下。谁才是六？谁才是四？谁才是七哦？六四四七，哎，好，六四四是哪一个？哦，这是七，所以九，哪个是四呢？不是，哦，八是四，六四四七 ，OK。嗯，然后这个可以干嘛？你把人家东西给拆了，然后呢？哦，就是要解一次密码。这个，好讨厌哦。我看不太懂哎。所有的齿轮，哇，这个难。
点要对点吧，这样子吧。哦，不要，我只要动的，它就跟着动，然后这个又跟着动。哦，天哪！天哪，那个我要怎么解？这对我们这种脑筋不好的人来讲，要花很多时间呢。好，我慢慢解，然后我也把过程给快转。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呢。指纹，这要干嘛？嗯，想也知道我的指纹开不了锁。有什么可以插进去呢？看起来是 USB 之类的。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马桶吸盘，然后我完全不知道它可以干嘛。这个马桶吸盘肯定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哎哎哎，不小心拿到一张卡。一张电子卡上面写着信箱。OK。又要回到门口了。这个。这里要插卡对吧，插卡之后，然后又是一组密码。露比他平常是记了多少组密码？这个我看不懂啊。哦，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我有印象。所以这个密码应该是放在他家里的各处位置。嗯，这些三角，因为第二个这个密码是他房间里面的那个的这个写在这里的，所以呢，其他的讯息会也在这边吗？如果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我应该已经可以解开这个密码，只是我不知道说其他的线索在哪里，除了这一块。所以呢，我要猜看看啊，我用猜的，反正运气很好。欸，我猜到了，我猜到了。不写哦，如果观众知道这些密码在哪里的话，请留言跟我说一下。我就是一个靠 LUK 值在玩解谜 的人哦。这个小钥匙可以开这个吗？开不了，这应该就是工具箱的锁了。好，在那之前呢，我先上楼，放一下三角。好的，这个一定是工具箱的钥匙了。这样子，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又一把钥匙。哦，这就是信箱外面的这个锤子也可以拿吗？灯泡、锤子全都可以拿。OK， 灯泡，灯泡是用在这里的吗？应该不是吧？看起来不像是可以放在这里的。好，我们先回到门口，把这个钥匙给用掉。
这里有这个零件的、保险丝。这边其他东西看来是没有办法按了。再把三角放回去，这样就只剩下三，剩下两片了。OK， 快完成了。再来把这个保险丝放回这里。啊，又要解谜了。我完全看不懂这些是怎样的。我记得我好像得把黄色的插头插进这个尖头里，所以它只是一个拼图的东西吗？我还是不懂。那你可以移动，不行，你只能左右移。所以好，原来这只是一个拼图。那它因为被这个卡住，所以我要把这个移掉，它才有办法。哦，天哪，这真不是我擅长的。过了，我看来没那么难嘛，好，我们再回到泳池旁边吧。又一块三角，所以它是把石底的那个三角给吸上来的意思咯。等一下，它这个要指纹，然后这里有锤子，所以是不是可以直接敲？用不了，不行。好，这只猫还在吃骨头啊，剩一片啦。马桶吸盘可以用在这里吗？好。好，原来这个是堵住啊。三角孔的钥匙应该就是用在这里啦。哎，什么什么？然后呢？对吗？好，原来是这样的。有点难。我跟你们讲，这个要怎么解哦。然后就出来看一下相簿。好，这样是不是就保险多了呢？最后一块，
有诶，好。哦，原来要在这个时间点才会发现这个密码。好，我真的很厉害，瞎掰王，而且都可以掰对哦。最后一块，有了吧？这次可以拿到什么？红宝石？红宝石可以干嘛？我们目前还没解开的谜，应该是二楼这边的钢琴，在这边放上红宝石呢，可以吗？不行，那也可以用锤子敲坏这个琴吗？不行。那你灯泡可以装在这里吗？也不行。好，我想到了，它灯泡坏掉，就是这个地方嘛。我们来帮它换个新的灯泡。来，旧灯泡卡在上面拔不下来，所以我要先拿这个敲坏它吗？是吧？糟糕，我弄坏了吗？你在干什么啊？你就把它拔下来就好，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敲的把它敲坏呢？好吧，那世界有什么变化吗？那一敲坏是不是那个通电设备就坏了？这里不会被电了？啊，还是会啊。把红宝石丢到泳池里面，然后露比就会觉得可恶，那就把电给关掉，不行。我只有一颗红宝石，这该不会是要放在牛的眼睛吧？来，哦，还真的，真假？爆炸！哦，不是炸弹，只是嘴里藏的东西，还好。钢琴纸卷哦，终于啊，可是这个音都不对啊。啊，该不会是叫我弹吧？他生气了。他刚还没弹完，我就开始按了。噔噔，按错了，按错了。一弹错，他就很生气的，整个翻桌了。哎，不是吧？不要那么生气吧！哎，弹错一次就整个要重来哦。拿到一个什么？这是口香糖吗？不是，这里放了什么东西？这个镜子吗？骇客装置。哦，这就是什么？特务灭口名单，特务 A 跟特务 B、C、D、E、F、G 都死了。好了，
特务 A 是工人能力最强、智力最高的现役特务，倒要看看有多厉害。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骇客装置把它插进这个槽里，然后呢，等一下，这又是怎样？这好伤眼睛哦。31185。耶、yeah, 打开了。哦，是炸药。然后我按下去就开始引爆了吗？鲁比，你家要爆炸啦！ Now, Agent A, trying to catch me never ends well for secret agents. 哦，我还以为他要把他家给炸了，怎么鲁比不敢跟我面对面单挑吗？好了，看起来挺耐用的。那你刚才的锤子呢？你的锤子呢？你的锤子是拿来敲灯泡，你应该拿来敲这个吧？好吧，那这应该就是把炸药丢到这里。要怎么点燃这个爆炸宝贝呢？这边有一条线，不是像拉炮那样拉一下它就爆了吗？我在门口捡到这个闪着灯的奇怪工具，应该是刚才爆炸的时候掉的，我居然都没发现到。那这个东西呢，应该就是钢琴房的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放回去哦。有打火机了吧？有，是手机，所以它是用手机来引爆就是了。它这边刚好有这个框，应该就是把手机给架上去了。OK， 921981，好，921981，唯一能输入号码的就只有这个了，921981。哦，好，哇，好吧，这也是一种开门的方式。鲁比，你家被炸了。接下来应该要进入第三章了吧？哇哦 ！Agent A, I'm impressed. Maybe what they say about you is true. 嗯哼。Perhaps you are the best, but catching me won't be that easy. 嗯哼。Here I remind you what happens to nosy agents. You are quite fond of your boss around you. Well, maybe if you're lucky, you'll see him sooner than you think. Au revoir, Agent A. Wow! I've left you a little surprise. 这张突然出现了。这什么？哦，好，果然进入到第三章了，感觉有变刺激咯。好了，那我今天就实况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一次呢，再从第三章这里开始玩起吧。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